那发生战争，咱爱安怎逃生？爱确定咱家己甲带做伙的亲友的性命安全。过来，爱照政府所公布的资讯甲指示，去安全的所在避难。若要出外，尽量莫去会变作敌人攻击目标的军事单位、机场、港口甲政府机关。阁爱遵守三唔原则，唔通穿军人款的衫，唔通捡枪支炮弹，唔通发咱军的相片、影片。穿军事风格的衫，真有可能会予人当作军人攻击；捡枪支炮弹，真有可能会伤到家己，无就是伤到别人。甲军队的相片、影片打起哩网络，真有可能会泄露咱军的行动情报。即马咱会当先做啥物？先了解咱徛家、学校、做工课的所在附近的避难地点，予咱拄到空袭的时，会当真紧的反应。手机啊，事先登录政府官方的 App， 也是紧急避难地图，先查好避难的所在，甲大组会的亲友先约束会面的所在，以防战争的时阵通信断去，甲因失去联络。若是听到空袭警报，地下的车头甲停车场是较好的避难点。若是未赴去防空避难地点，最好应该避伫铁基红门头起的建筑物内底，尽量避伫第二道边，离会破的玻璃、会倒的家具愈远愈好。量早熟悉咱生活空间周围的避难地点，掌握防灾避难的原则，甲厝内人讨论应变计划。伫紧急事件发生的时阵，咱就愈有机会会当保护咱家己、甲咱所爱的人。有准备、有保庇，守护国家靠家己。紧急避难地图、空袭警报、防空避难地点。